讲啊？自己好好待着不走啊，偏偏要往后跳啊！我只是要换个视角，自己要下去啊，直接走下去啊！对啊，哎呀，我们今天王国之战1.14了，是不是？哎呦哎呦哎呦，1.14了，开错版本了，我开错开错版本了，是不是你开错版本了？开错了，开错了，错了，被发现了，被发现了，什么东西是吧？还没啊，还没啊，未来会不会有又不知道啊？毕竟之前莫名其妙就变1.13.2啊，看着他，看着他，未来会不会有啊？说不定就有，对啊，会不会更新啊？森林该更新喽，该更新喽，更新喽！你现在更新也没什么东西啊。一打开说1.14，一打开哦，更新了材质哎，多了十字弓。哇，你更新材质，你好棒，厉害呀，太厉害了，棒，真棒！原来是官方。好，那我们来选地球了。好，完全敷衍他。最新材质包这样。嗯，这个，哎呦，那个鸳鸯最喜欢哪一张地图？又来了。哎呦，都玩过，我想讲。对啊，你都玩过了，来啊！最喜欢，可是你问最喜欢的话，不就每次答案都一样？哦，中原大陆嘛，好，我们就中原大陆，中原大陆了。鸳鸯的心情我都懂啊，懂你。哎呀，到底有？嗯，全服银行，十个人有国王有间谍哦，有没有笨蛋？啊？有人在吃东西吗？我笨。还有人还没进来，阿基刚刚红灯，红灯，嗯，没关系。你说那个要观众场的，要赶快先去抢 DC， 嗯，抢，嗯，抢抢，都是第一场公布的，嗯，需要赌神，要赌神，你要先看你的队友，再看能不能赌，你的队友会说说资产够不够。那就来啦，随机分队分。哎，我红的，嗯，那麦子，我觉得今天不宜赌博。对，刚看了黄明丽，不宜赌博啊。对，不宜赌了，是哇，现在不适合了。凶，冷静啊，冷静啊，可以啦，赌起来啦 ，OK 啦，可以啦，赌赌赌赌啦，赌一下，赌一下，对啊，今天运气特别好，去你们蓝色再赌。红色往下，嗯，阿巨啊，拜拜，西瓜肉队，巧巧，反反，怎么了？啊，那我不就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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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就当放高利贷就好，放高利贷，可怕哦，嗯，那就来喽，五个轮，走，贼是国王，不要间谍，不要间谍，不要间谍，哎呦，200，不要。哎呦，是国王！你完蛋了，完了！你确定是国王？妈祖有托梦给你吗？妈祖，我怎么看妈祖是托梦给我啊？不对，我就是妈祖，你就是妈祖。哎，你这个国王只是暂时的，我相信妈祖他会直接征召我。嗯，哎，我们要挖钱钱，挖钱钱。这场有间谍吗？有有有有，以后再招了。我没有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、啊。每次都这样说，哎、欸，我这次开机大好像有点爽哎、欸。而且娜姐，你会不会开下面？你要小心，会穿过去哦，娜姐。啊啊啊！这是中央大陆哦，你不要太低哦。我看你一直在往下。我。那李宁要不要要不要挤我？要不要挤我？等一下一定间谍，我快挖到你那了。哪里？等一下一定间谍啊！不是不是，我一定那个。哎，这里这里，乔伊回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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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乔伊回头，一定间谍，一定间谍，我一定努力啊！完了，念出来了，刚私信在想间谍间谍，走快走快了，哎呦呦呦呦，快快快快，去，我帮你挖回这里，我帮你挖斜坡了。好好 ，good good good， 黄金有一个，你都没有听，率先哦。
小雨这边九个了，没问题啊，他们四个，他们四个，你看他还在贪，他十一块，他还在贪，还在贪，他每次都贪，对啊，贪财贪财，不是假的假的，好像你，速度已经花掉了，我竟然要七个月了，时间过好快，波浪符，波浪符叫出万岁万万岁，哦，感谢汤包包保护那个洞，二十就够了嘛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、欸，二十可以升什么？这里走上去，繁星，这里啊，这里走，这走，这走，这。哦，怎么叫繁星？板凡，板凡，怎么了？今天怎么了？今天怎么了？我刚刚想说奇怪了，认不得路了。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他自己很有钱呢、欸。耶、yeah ，没有啊。今天四二六大家都怪怪的吗？四二六为什么大家怪怪的？四二六。我只知道今天426那个什么什么草案啊，301草案，三就是有关 Uber 的那个 Uber QQQ QQQ， 然后中间我可以哦，我可以哦，好啊，我刚刚应该把牛排给你的，我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就直接跳下去、方便便宜，你等一下就可以买了，100块，二零、你有铁了吗？你回来挖，你回来挖，我有铁。挖到了，挖到了，这边有金。我以为挖到沙子。奴隶只能一阶，等一下再二阶。这中间比较穷，再来一下哦，100块，给你。哦，就知道凡凡对我最好，最爱的口味。凡凡，你要不要去那个上面？我觉得那个没啥用哎。不会啊，很爽欸，爽吗、爽感问题，好吧，你看我开局运气都这么差了吗？那可以偷偷过去炸他们家，我去帮你爽，我拿回来给你爽、哎呀呀那你也可以拿两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互爽，没有没有烟火哦，双飞是不 是很爽？哦，我懂我懂，对啊，我们可以双飞啊，两个人一起飞对，这样怎样？他自己还是你想要三飞？可是他就、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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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玩就好，不用不用不用。二零零，我们这样子能双飞，我们好想要三飞哎、啊。三飞、四飞、五飞全飞啊！卖烟火啊！对啊，飞行部队这个意思啊，二零零。啊，你不想飞吗？二零零，你没有梦想？不能减，我想要钱。是想要钱？那你有钱要干嘛？飞赌博，飞，那你要几个飞啊？二零零都在装傻，装傻，二零间谍，怪怪的，二零间谍。我也这样觉得，我们应该都是好人，他是间谍。对，平常问他讲，他都会傻笑，一直笑的，今天都不笑了，怪怪的。我从来没有认真观察过这张地图、欸，原来是出门之后右边、左边了、啊。右边、左边，敌人的位置是出门之后，你连敌人位置要转哪个方向都不知道，这比路痴还要路痴。因为我每次都在地底啊，我根本没看过对面。你可以出来看看世界。嗯，不要沉迷于赌博，渐渐失眠。你是井底猪猪。我从来没有出来外面打过。打、啊，出来外面打、啊，你不要都只在家里打、啊。井底，这样间谍不好当啊！出来外面呼吸一下，对啊，在野外啊，打起仗来更刺激啊！小雨叠翅膀了，叠翘翅了。什么？我飞过去的。那他应该没办法两边吧？没有，我拿了。哦，赚大钱。我们要赚大钱，都挖不太到钱。我的钱太久没有挖钱了。我的钱，我最近想看《虫虫危机》，找不到、欸。你要、找到、啊，我可以直接给你档案，我这边有影片。我虫虫危机、欸、有影片，不该怎么有？对啊，怎么会有影片？我要告你！哇，以前在伊利宅的，你不行，你不要再讲了，很危险。不要再讲了，你等一下24小时你要删掉哦。嗯，对，它上面没有写。法条有写，然后 logo 上面是澳洲最大什么，对不对？那又是另一回事啊。那个不太一样的东西吧？你在讲什么？不太懂哎、欸，那什么？
你跟我说的、欸。然后、啊、不是啊，我没有说这个、啊的。我没有，我说全国最大歼灭二上线，嘿。哇哇，你好棒、啊、厉害！对呀、啊，最近看一点四看了一下，就觉得算了，不要了。哇，指令不是没有改很多，没改很多，可是有一个东西它大改，应该说格式有改了一下啦。啊，什么？就是啊，像你自定义的道具，它下面不是你可以讲一些话嘛？就是说这是从哪来的什么？那个 L O R E 那个标签它改过了，格式有改了一下。真的麻烦，过敏那一种。对，所以东西全部基本上都格式要改。嗯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亏你还是作者哦。那 L R 那个改真的很麻烦啊，标签呢、啊？嗯，对啊，想标什么？有点累。中懂就好。对啊，中懂，麻烦。哦，对。其他还可以啦、哦、有了这个这次商那时候商人好像还有改了一些东西，不过还可以把三个东西改掉，格式也 OK， 还好。你说的都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嘿嘿那几都不懂，那地图的制作的辛苦啊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我说一点四四负责玩就好，可以做到说，就是如果有人死掉了，就是以前不是有什么墓碑模组吗？嗯，死掉的时候一般弄个箱子出来，那、现在1.14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可以做到说，你死掉之后原地蹦出一个村民，把你的东西全部蹦出一个村民，把你身上的东西全部变成交易选项，然后可以用买回来。哇，住户好屌哦，很屌，超屌的。那个村民也太过分了吧，马上去捡尸，然后还要来卖。如果打防喷的话还会有村民在那边，不然就只能杀了他了，对不对？还不杀死他，宁可不要也要杀死他。捡屁啊，看到一堆村民在那边捡就算了，还拿来卖。想要你的遗物吗？付钱吧你。你刚刚的一个种子在我身上啊。超欠揍。这里有正常上去的路？有啊，叠方块都很正常啊。对啊，这边，对、欸，往上。所以我们至少有一个翅膀吧？有。好，翅膀。也可以给二零啊，让他爽一下。给他一罐。你要爽吗？我已经够爽。他穿铁衣，感觉比较爽啊。比较安全感。安全感。好啦，我再支付一个奴隶。好啦。二零感谢你。等一下准备去中间，有人需要那个吗？垫脚石哦，垫脚石放在跟那个、翅膀一样的地方。好、大家都还有钱。哎呦，巧克力今天很强调自己用奴隶哦，是不是想洗清罪名啊？没有啊，奴隶三才是最关键的啊，奴隶一跟二加起来也是150啊。好，那我要去洗清一下我的罪名。好，赎罪一下，赎罪一下，赎罪一万魂。24，他们还没到中间，主追要一万魂。那是哪一款啊？什么东西？你玩什么游戏啊？灵魂啊！啊、现在不都是之狼了？对啊，之狼知面不知心。对啊，半小时就可以过关了，超扯哎、欸！那个超级强哎！小我升了中间的，哇！你升了，可以哦！哎，有没有？没有66，你是在楼下升哦，怎么屌啊？因为就摸一下就可以下来了，好猛！哇、你隔墙升奴隶哇！因为就懒得站上去了，直接摸到就直接丢下来了。那保险箱，懒得解释了，快上了！我正想要保险箱，凡凡都懂我。哦，懂你哦，凡凡，悄悄、欸，翅膀谁拿了？我，你要爽吗？哦、来，不用，我想要盖一个天桥去。我以为你要赶紧爽过来爽过去，你是爽来爽去的，你要把眼睛搞坏了。哦，不用，所以你们爽就好了，不爽，我不想跟你们一起爽，这听起来有点奇怪。可以啦，独爽不如众爽，没有，因为他是间谍，所以他不想跟我们一起爽。独爽爽不如众爽爽啊！不跟我们爽，你一个人爽，你间谍。可是你们这样讲，很像是两个人不如三个人，这很奇怪啊！不要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！对啊，你很爽不如大家都爽。我没有口味那么重啊，独乐透不如众乐透啊。
哦，不要中乐透，全部分光不要啦，赌乐透，赌乐透啦，赌乐透，还是赌乐透啦，赌乐透，没有啊，中奖的中不是众人的众啊，安安，哦，来盖那个咯，盖去虫虫，好，好哦，想盖一根更好，嗯，对啊，鼠标变了，哎。今天都很安静哦，天蝶做事啊？没有，我今天是因为等了你们等一个下午，等不到人，有点累。啊、下午？对啊，一整个下午在等你们，你们都没出现。我想说，至少可以玩一下末日历啊。哦，哎呦，哎，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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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哦哟，好。我有二十等，我很厉害哦。哇，我十五等了，我十五等了，我哎、欸、那个虫盖到了，可以换那个。感谢超级留言哦，四十。那时候我就直接大赚特赚分数啦、嗯。好，他们开打吗？他们就是大杀特杀，没关系啊，没有勉强你买啦，就可能会缺一个啦。然后我就说啊，可是另外一个平台好麻烦哦、喔啊，然后就买了，超讨厌，就买了。然后买完之后要载的时候一直载不了，然后其实想不到又重开机，又还是说那个程式又载不了，然后才发现说我已经载过那个登录器了。哇，什么游戏啊？那个欧奈啊，欧奈也是那个平台的，怎么会？就那个什么深海迷航，大家可以来炸炸咯。好，我来了。他们好像都还在挖钱钱，我可以提供钱。我也还在挖钱钱。哎，那吉，你把上去的路挖掉，冲啥？没有啊，我在下面。哦、你那吉可以，就是挖掉了，你那在下面啊？啊，是哪一个上去的？这个鹅卵石你刚挖掉了啦。啊。开炸了哟！哦，欸、我这条路过去 TNT 就可以了。好，二零引擎能换了没？换了，换了。有挖矿突然变得好快的感觉。好，那我这次换天眼。哦，要一条虫了。我要挑战条虫，挑战第一天就矿工命。